韩系拍片机近期非常非常的流行，但是现在又出现新招，没有办法见到偶像又怎么办呢？在这边就可以让你跟偶像一起合拍，想要跟周子瑜拍照没问题，手指点一点，选好自己喜欢的偶像，他啦，周子瑜就出现在你身边，一起合照，比爱心，戳脸颊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，我还蛮好玩的。就比如说几万张照片，很常就会。就是找不到，然后你如果有这个照片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贴在相簿里面什么之类的。拍片机跟韩国偶像合作，推出几间限定框，拍出来就好像真的站在你身边。不少偶像更是设定好两个人可以合作的动作，互动性满点，更是吸引追星族抢拍。另一家在台中引进韩国最多据点的门店，新开幕就排起长长人龙。毕竟要跟 BTS 成员救国合照的机会哪里有？因为有很多的粉丝写信去韩国，所以希望台湾是能有据点的。目前的我们的来客数是落在500组到600组，那一组就会有2个、3个或是5、6个一起拍。假装跟偶像来个近距离接触，成为另类追星商机，而拍贴不止来这招。另外一间拍贴机店呢，非常特别，不只有像上面这个是用俯拍的角度拍之外，跟着镜头一起转，还有像这样子，像是电梯造型，就让你真的像在电梯里面拍照。全台首家正韩引进，打开门就像是进到电梯里被监视器抓拍，戴上配件做出搞怪表情，滤镜一套，美美出片。比较有特色，因为这个很少，就是一般店都是平拍的，然后就是从上往下。拍贴热潮再起，与海外零时差。TVBS 新闻卢鸿昌、林玉文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